后来，这郭台铭决定要选总统，韩国瑜讲，伊有感受到郭台铭的委屈，伊讲伊向郭台铭来致意，而且会尽一切努力来争取郭台铭的支持和协助。市政会议高雄市长韩国瑜无用颁奖，在场的媒体拢真想要知影讲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无要参选2020的总统，伊有什么款的看法？那么从郭台铭董事长的声明，也可以感觉得到。他受了很多的委屈，所以在这里要向他致意，那么也希望能够尽快安排时间来拜访郭台铭董事长，他所提出的一些相当不错的政见，有没有我们这边可以把它转化为一起合作的方式，把这些非常优质的政见把它有计划的来推动。另外，民化园剧团在高雄演出，听讲和市政府调查韩国瑜讲。圆明花园一向都是非常的欣赏，而且也合作的非常愉快。我们绝对不可能去查任何文化团体的水表。伊无承认对文化团体施压，国民党忽略危机暂时解除，嘛，让韩国瑜心内一粒大石头暂时放下。